欢迎收看本节目，我是主持人小金。12月13日讯，据北京青年报报道，中国足协将在明天召开的中国足球职业联赛专项治理工作会上正式推出国内职业俱乐部球员加强版限薪新规，并公布国内职业俱乐部去企业化规定细则。相关报道称，原计划于12月8日召开的中国足球职业联赛专项治理工作会，即中超俱乐部老总峰会，因程序原因确认被延至12月14日召开，会议地点也由广州市改为上海市。据悉，中国足协在积极引导各俱乐部理性投入减负同时，也格外注重勤俭节约，从而力争为全行业树立榜样。因此，在落实会议筹备接待工作方面，协会有意识控制标准，节约成本，为切实引导国内各级职业足球俱乐部理性投入，协助各俱乐部投资人减负，中国足协计划推出全新职业俱乐部球员限薪规定。中国足协经调研及与各有关方面全方位沟通后，敲定了规定的细则内容，并计划通过中国足球职业联赛专项治理工作会正式公布。在此之前，考虑到各级职业俱乐部年末面临与部分本土外籍球员签订新约或续约等因素，中国足协曾计划于12月8日在广州开会公布具体规定，但因程序原因，会议被推至12月14日在上海召开。毫无疑问，进一步落实职业球员限薪是上海会议内容的重点。从足改方案相关要求、各俱乐部面临的现实经济压力及疫情等多方面因素来看，国内俱乐部球员限薪实为客观之需。而在引导各级俱乐部相关工作同时，中国足协作为国内足球行业管理机构，也紧跟时事，在方方面面工作中切实做到节能。以此次上海会议为例，中国足协在落实会议筹备接待工作的问题上就严格注重节约，会议地点安排在位于上海市普陀区，距离虹桥交通枢纽、机场、火车站乘车距离仅9公里左右的一家四星级酒店。中国足协选择这一酒店的原因有几方面。首先，酒店虽非地处市中心繁华地带，但距离上海虹桥交通枢纽距离相对较近，方便各与会代表往返出行。其次，酒店食宿费用价格适中，不超标。此外，为了节约成本，会议筹备组特意将专项治理工作会与会后的媒体通气会安排在位于酒店地下一层同一处会场的不同区域内，为与会代表及前来采访的媒体记者提供了工作便利条件。会议地点由广州市改为上海市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近期足协杯半决赛、决赛均安排在距离上海市地理位置较近的苏州市进行。中国足协、中超公司及相当一部分俱乐部代表近期也都要在苏州工作，因此这样的安排也能够节省他们的出行时间，从而有益于提高工作效率。编辑：姚凡，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点击订阅收藏不迷路。